一名爱尔兰的少女天生好歌喉，她在街头卖艺的影片在网络上掀起讨论。由于她的歌声浑厚高亢，带有灵魂唱腔，因此是被封为是艾黛尔的接班人。Please welcome 12-year-old Ali Sherlock。知名美国节目《艾伦秀》请到歌声惊艳的素人歌手。浑厚高亢的灵魂嗓音，唱着英国天后艾黛尔的歌，有如本尊上身。12岁的艾莉·雪洛克，职业级的歌声已经让她从家乡爱尔兰红到国外。People are saying like you're the next Adele. How does that make you feel? That is pretty incredible because I absolutely love Adele.不止歌喉超龄，内心成熟的艾莉先前一再拒绝上节目，就是不希望镁光灯的压力毁了她对音乐的热爱。但3年多来，街头卖艺的影片每每吸引数百万网友观看，现在连美国乐团共和世代以及歌手查理普斯都找她合作，不让难得的好歌喉就此埋没。张立德编译。